第六十七课。竖，竖字的写法是横、竖、撇、点儿、横撇、点儿、横、竖钩、点儿、竖。诗、屋、诗、屋、竖、竖。数字的英语单词怎么拼写呢？ T-R-E-E Tree 树。林，林字的写法是横、竖、撇、点儿、横、竖、撇、捺、林。了音，了音，林，林，树林。树林的英语单词怎么拼写呢？ W O O D S Woods 树林。木，木字的写法是横、竖、撇、捺、木。摸，屋，摸屋，木，木。木字的英语单词怎么拼写呢？ W O O D Wood 木。板，板字的写法是横、竖、撇、点儿、撇、撇、横撇、捺、板。波安，波安，板，板。板字的英语单词怎么拼写呢？ B O A R D Board 板。